一会儿开会，知道要说什么吗？第二季度报表已经准备好，接下来看麦总您的意思。张经理是应的不错，记得把苏西的东西打包给我寄走，记得让法务部联系他，把那些不属于他的东西都给我吐出来。好的，麦总。哎，麦总，苏西的东西，您看怎么处理啊？剩下的我来解决，你先出去。 苏西，你别再折腾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再不走我们就报警。苏西，念在姐妹一场，我就不报警。你走吧。谢谢老婆。 夫妻感情这么多年，我这次是真心改过的，我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包好了，老婆，我不信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，我求你最后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好吗？爸爸出事那天，你在哪？ 你知道的，爸爸的死一直是我的心结。好，我可以告诉你所有真相，但我想，我告诉你以后，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 可以吗？那天我加班到很晚，刚准备回家，小西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回家？怎么了？ 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小西，我是你姐夫。听说了没？昨晚麦总心脏病突发去世了。这件事你怎么知道的？工作群都发了，我才入职几天，对我们公司会不会有影响？突然的发生。 苏西，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姐夫，昨晚我不是一直跟你在一起的吗？老麦的死跟你有关系。你要告发我？
你别忘了，昨晚所有的监控都拍到我在你车上，你逃不掉的。苏西她就是个疯子，我怕她花钱用来拉我下水，所以我才逼我自己忘了这件事情，直到你现在问起来，我才敢告诉你。老婆，都怪我，我对不起你，都是因为我太软弱，才导致爸爸出事的。时间不早了，老婆，今天发生了这么危险的事情，我在客厅守着，你上去好好休息。你还是老婆，可以吗？老婆，好。今天不是你，是骗你的。喂，苏西，你下手这么重，你弄死我！王世明，你还有脸说？你刚刚下手也不轻。行了，不说这个。我现在已经顺利接近白灵晶了。看来你平时是没少往我身上扣屎盆子，不然就凭你那个演技。你就说你想不想要报仇？想要，你就按计划行事。你是不是在监视我？青姐，这事儿我暂时没法向你解释，但我发誓绝对不会做任何有害你的事儿，你相信我。那你把这一切都给我解释清楚。方世明这人唯利是图，我会一直盯着他的。明天我们见面谈。老婆，刚做了早饭，赶紧趁热吃。不烫啊，赶紧喝吧，一会儿上班迟到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去上班了，你注意伤口。注意安全啊，老婆。说吧，发生什么了？为什么躲着我？王世明说你回来其实另有目的，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你先看一下这个。苏大海死了，他刚才不是跟您在一块吗？别问，监控是不是拍到我跟苏大海了？对，那儿有监控。帮我把那段监控视频删了，绝对不能让苏西看到。好，回去。这个东西你怎么拿到的？从苏西那儿找到的。保护你的确是我回来的主要原因，虽然我也不相信是麦叔杀了苏大海，但我觉得只有查清楚苏大海死亡的真正原因才能解决这一切。你查到什么了？你知不知道苏大海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不是跳楼自杀吗？这件事情所有人都知道啊。那你知不知道苏大海留下的遗书是麦叔伪造的？